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社评之国际形势。今天是2024年11月16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凌晨时间啊。俄罗斯外长在11月16号、突然阿比扎比表达说，有消息称中国对俄罗斯和朝鲜之间开展密切合作感到不满然后他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可能是为了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制造矛盾。我们未收到任何有关俄朝关系的请求我们与北京定期协商如何就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制造的问题采取行动，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内容。我们就此话题有非常积极的对话。他进一步表示说，现在西方政治学有些讨论认为需要帮助解决围绕乌克兰的问题，满足一些俄罗斯的合法要求，并借此将俄罗斯拉入对抗中国的联盟中，这是非常简单的算计，看到没有啊？拉入对抗中，就是戳中俄之间的这个，哎，你说这玩意本来都是说只是一些谣言啊，现在居然直接回应这个谣言，你说意味着啥啊？意味着首先这个事儿是可以讲是确有其事，而且他为啥要说出来？他就是。你说出来不代表他对这事件本身的态度。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说出来也不代表他就不会被拉走，你知道吧？但是说出来呢，他说当然说给中共听的嘛。你看我就大大的方方把这件事都说出来，我要暗戳戳的话，那中共肯定满腹狐疑嘛。到底是不是真的，中共也得觉得是真的。所以他我相信他想说出来的意思就是避免猜忌。但是呢，确实影响不了他最后是怎么决定的。比如说，哎，我就愿意被你拉走，然后那这在这种利益交换里边，就你想这三国杀的拉扯当中，俄罗斯当然认为他有选择权了，对吧？但是也不排斥他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对吧？我明告诉你，就有人拉我，那对说出来，他一方面又光明正大，一方面又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要挟，对吧？你看你不好好的，我这我可就被拉走喽。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对，所以给要挟的意味很明显啊，很明显啊，就是说这个中共好像不在乎一样，是不是这个俄罗斯意思是我们西方一直在拉咱们啊。中共到底啥意思你习到底啥意思？你觉得现在这个局势的话，会不会对中俄关系会产生这个质的变化？我觉得当然是，就概率有多大？始终存在这种可能性，概率也是在增长当中。我不知道，就是如果纯客观的讲，因为咱们没有特别足够数据，但是我觉得。比如说从普京的角度讲，他应该是挺有这种倾向的，因为俄乌拖了太长时间了嘛，中共之前的这个就是被这个俄罗斯被所以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被坑入局，他其实也苦这个事儿很久，就是一出手以后呢也没有任何这个反悔的台阶，但是如果这边给个台阶说。而且他还不是说只讲这个俄乌的事情，是说，哎，咱们联合一起来干一件别的事情。那这个台阶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不是说你停，你不许搞了，那多没面子。但是如果是说作为一个干一个别的事情的条件的话，其实这个从心理上，或者说从这件事情的这个叙述上，他就好听得多，他就。非常有理由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这种可能性他我相信是大大增长的。因为你想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其实是不断在被不断削弱和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陷入困局当中，他并没有朝那个好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对他来讲也是，你越拖这边你指望中共能给到你的东西越多，和然后这个态度越坚决，我相信对俄罗斯来讲他是看不见这样的趋势的。所以说当然他肯定也会非常慎重啊，就是那只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啊，
可能性很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与北京定期协商如何就美国及盟友在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制造问题采取行动。说白了，你看这俄朝之间啊，这个朝鲜表面上支援这个乌克兰，实际上他们更关注的是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啊，啊，关注的点是在这里，是不是？你怎么看啊？嗯，那对他们来讲，那是个战略节点，他当然管行了。你说这个以朝鲜的实际实力去援俄，那不是开玩笑吗？大家这个笑话的也已经看到了，一会儿又是什么这个跑了的什么这个那，反正就是乱象丛生。他肯定是在战场上起不到任何有作用的这种援助的帮助的实力。但是咱当然也分析过，为什么一定得拉他下水，这也是。就是这种投名状的这种作用，我已经拉下水，然后你让它联动起来更紧密而已，不可能因为一句话它就拍拍屁股就走了。这我说的是这个三胖那边啊，就是说白了，三胖这种被迫入局嘛，你是一千人也好，还是一千人不够来一万人，那意思那肯定不是三胖的本意，那肯定是俄罗斯的。你要真就去一千人的国际社会，到时候这个做样子的这个意味太明显，到时候原谅了你可咋办？那你得派一万人，不行，一千不够，你得派一万人，你就不值得被原谅了。你就甭管你在战场上实际没有没有起到作用，但是这个数量放在这儿，那你就已经对这个乌克兰战场进行杀戮了，所以你三胖也是一种跑不了的状态。但是所有这些事儿都是为了稳固他这个战略节点，这就是这个北韩战略节点来做的。你想已经做了这么多了，他当然非常一定会很关注这个点，就是怎么关注法，就是不能让你跑了吧，就这么简单。杜德，还有对川普啊，这个新的这个内阁成员的任命，你好像没点评过，你分享一下你怎么看啊？怎么样感觉？我大概也说过，我也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有这种出其不意和避开这种。可能受渗透的这种嫌疑啊，或者说就是让中共或者其他力量意想不到的这种点，都不是什么这个叫什么政治老手啊，或者说在能被想象到的这样的这种人选。但是确实呢，我也看到很多这个诟病他这些所有的这些人无完人嘛，这个他确实有一些这个缺点。咱们之前好像有一期节目里，咱俩好像也大概分析过，就是你讲这个论功行赏和最后实现的这个谁最后在这个一个政府部门真正发挥效力的这种人选，首先是没有，目前并没有完全确定，对吧？但是这种轮换呢，其实对于对手来讲，它也是一种不确定性。你就拎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呢，现在说出来的这个，你说你是去是不去，你说你去了吧，你这个工作开展时间也不见得来得及，而且你去了他也不一定在那儿就真的是在那个部门就开始发挥这些作用。但是有一些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小肯尼迪啊，像卢比奥啊，这种应该是比较确认的，就是你来也没门，对不起，这个你这想都不用想，你这工作也不用做了。但是那些他觉得有可能有机会，或者说他这些陌生面孔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也挺无，对于中共啊，我觉得他也挺无从下手的，就是这个是太陌生了嘛，而且他的这种状态也非常不确定，他在非常受诟病的这些，比如说司法部的那个提名的这种状态下，你很难保证他最后就能履职，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处于一个。就是这让这些想渗透或者影响的处于一个无从下手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角度讲还是挺好的。但是当然咱们是希望他最后履职的人都能朝这个咱们希望的那个方向去执行，这是而且是这比如这两天尤其是昨天直播的时候我也评论过，在节目里边说这个他不作为噱头的这个病毒溯源这些重被提，比如说提上真正的这个执行日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非常欣慰，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没有人拿这个东西当噱头和借口，就是这事儿一定是要干的，这是咱们能看出来，我觉得很开心能看到的一个点。不得好，是的，非常好啊。
这个各方面其实啊，对习现在嘛最不利的感觉越来越往前推进了。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再见。好了，再见。